胖胖虎，贝贝灯，啊，有小偷！胖胖虎警察来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这里遭小偷了，我的钱都不见了。我的金子和珍珠都不见了，我的书也不见了，我的食物也是，我的玩具也是，我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嗯，我想这肯定是小偷鲨鱼家族做的好事。小偷鲨鱼家族？是的，小偷鲨鱼家族昨晚从监狱逃走了。小偷鲨鱼家族成员是海洋中最坏的坏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小偷鲨鱼家族就是他们。嗯，他们看起来和我们的家族长得有点像，不是吗？怎么可能？颜色相似，但他们看起来很邪恶。你说的对，他们有这样的条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才能找到他们。朋友们，和我一起去抓住小偷鲨鱼家族吧。坏小偷鲨鱼们，我不知道你们躲在哪里，但我要抓到你们。朋友们，让我们先找小偷鲨鱼妈妈。记住，它有粉红和黑色的条纹。小偷鲨鱼家族在哪？条纹尾巴，小偷鲨鱼，小偷鲨鱼家族在哪？一起找找吧。小偷鲨鱼，抓住它！哦，碰碰虎，是我，鲨鱼妈妈。我也正在找小偷鲨鱼妈妈，我们再一起找找吧。那是真正的鲨鱼妈妈。我很抱歉，我们再试一次。嗯，小偷鲨鱼妈妈在哪里？哦，她在这里。不准动，小偷鲨鱼妈妈。哦不，我被抓住了。请放我出去，我不会再犯了。我会把偷的钱都还回来，我不喜欢待在监狱里。朋友们，我听说小偷鲨鱼爸爸经常出现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仔细找找看。记住，它有蓝色和黑色的条纹。小偷鲨鱼家族在哪？条纹尾巴，小偷鲨鱼，小偷鲨鱼家族在哪？一起找找吧。让我用望远镜来看看，他在这里吗？嗯，我只看到有条纹的鱼。嗯，那边呢？金鱼、章鱼和海豚，这里也没看到小偷鲨鱼爸爸。我想小偷鲨鱼爸爸不在这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哦，你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吗？哦，一定是骗人的，我没看到他。什么？你真的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在哪里？我找到你了，小偷鲨鱼爸爸！太棒了，朋友们！现在马上打开这扇门！待在监狱里真是受够了。好像有点可疑，肯定有一只小偷鲨鱼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朋友们，你们也这么觉得对吧？让我们在这里找找小偷鲨鱼奶奶，
查有橘色和黑色的条纹，好吗？小头鲨鱼家族在哪？跳完尾巴，小头鲨鱼，小头鲨鱼家族在哪？一起找找吧。我找到你了，橘色和黑色的条纹。哦，我看起来像小偷吗？啊，哦不，对不起，老虎。再来一次。那边有一条尾巴在动，橘色和黑色的条纹，我确定那就是小偷鲨鱼奶奶。我找到你了，小偷鲨鱼奶奶！哎呀，你找到我啦！这次你运气不错，如果我躲得更好，你就永远找不到我了。我觉得小偷鲨鱼宝宝一定就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们找找小偷鲨鱼宝宝吧。我们要找黄色和黑色的条纹。小偷鲨鱼家族在哪？条纹尾巴，小偷鲨鱼，小偷鲨鱼家族在哪？一起找找吧。冰淇淋？不，我不想吃冰淇淋。啊哈！你想用冰淇淋引诱小偷鲨鱼宝宝？好的，好主意，朋友们。好吃的冰淇淋，我要全部吃掉咯。啊！冰淇淋，这个冰淇淋是我的，闪开！我抓到你了！啊！哦不！感谢你们，朋友们，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抓到小偷鲨鱼宝宝。胖胖虎，胖胖虎，哦，胖胖虎，大海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漂浮着，快来看看。好的，我马上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碰碰虎，朋友们，请仔细找找看。好的，我们会的。小偷鲨鱼家族在哪？跳完尾巴，小偷鲨鱼，小偷鲨鱼家族在哪？一起找找吧。等等，有人在沙滩上乱丢垃圾。它飘到这里来了，你们不应该到处乱丢垃圾，我们把它们捡起来吧。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就在这里，让我们小心移动。数到三，我们一起抓住它。一、二、三。抓到你了，小偷鲨鱼爷爷被抓住了。哦，拜托，离我远一点。是因为我偷了一些东西吗？我偷的东西不多呀，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快把这扇门打开。放我们出去。你们这些坏小偷鲨鱼家族，我会把你们关进更坚固的监狱，让你们再也逃不出去。谢谢你，碰碰虎警察。是的，谢谢你，碰碰虎，多亏你才能把东西都找回来。没问题，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啊？什么？小偷碰碰虎？抓住小偷碰碰虎！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Daddy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Daddy car. Grandm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m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m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ma car. Grandm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p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pa car, boom, boom, vroom, vroom. Grandpa car. Square, stomp, stomp, here and there. Square, stomp, here and there. Slide, slide, triangle. Triangle. Slide, slide, left and right. Triangle. Slide, left and right. Point, point, diamond. Diamond. Point your finger. 1, 2, 3, 4. Diamond. Point 1, 2, 3, 4.你的手上都是细菌，但我不想，我想吃饼干，一个就好，可以吗？来吧，带你去洗手。不，我不想洗手。鲨鱼宝宝，你在哪里？我确定我看到你进来这里了。鲨鱼宝宝在哪里呀？晃着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这是鲨鱼宝宝吗？哦，是牙膏。鲨鱼宝宝躲在这里吗？哦，这是一个在吹风的吹风机。鲨鱼宝宝去哪里了？啊，我找到你了，鲨鱼宝宝。我不想洗手。鲨鱼宝宝，如果你不洗手，坏细菌会进入你的身体，让你生病的。让我们一起唱歌，洗手的同时好好玩耍吧。洗洗手，嘟嘟嘟嘟嘟，用肥皂，嘟嘟嘟嘟嘟，干干净净，嘟嘟嘟嘟嘟，洗洗手。哇哦！
妈妈，这很好玩，现在我的手很干净了。看，当你的手干净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吧？哦，鲨鱼宝宝，我觉得你也需要洗脸了。洗脸？不要，我不想洗脸。哦哦，鲨鱼宝宝。鲨鱼宝宝，你可以出来一下吗？嗯，我确定鲨鱼宝宝就在附近。鲨鱼宝宝在哪里呀？放着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我能轻松地找到鲨鱼宝宝，在这里对吧？哦，原来是一只黄色的鸭子。我找到你了，鲨鱼宝宝。爸爸，我不想洗脸。但洗脸真的很清爽，我来帮你吧。洗洗脸，嘟噜噜嘟噜，用肥皂，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洗洗脸。哇哦，哈哈哈哈哈哈！鲨鱼宝宝感觉如何？很清爽吧？是的，我变得更漂亮了。但你身上有一堆污垢呢，是不是也该洗个澡了呢？我真的不喜欢洗澡。哦，天哪！对不起，爷爷，我不是故意的。鲨鱼宝宝，你的身上真的很脏，你一进来，水就变得很浑浊，用肥皂洗洗身体好不好呢？我不喜欢洗澡。鲨鱼宝宝，跟着我来。哇，我们在哪里？为什么呢？我们在浴缸里。哦，这是我弄丢的洗浴球。鲨鱼宝宝，让我们来用肥皂洗刷身体吧。洗洗澡，嘟噜噜嘟噜，用肥皂，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洗洗澡。呜呼，嘿嘿嘿嘿嘿嘿。鲨鱼宝宝，你看起来干净多了。是啊，我感觉好清爽。这真好玩。哦不，鲨鱼宝宝，我觉得你也需要刷牙了。我们游过去吧。鲨鱼奶奶，鲨鱼宝宝在这里。鲨鱼奶奶去哪儿了？让我们一起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呀？伸伸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我在这里。啊，在哪里？我看不到你。我在这里。哦吼吼吼！奶奶，你去哪里了？亲爱的，这是什么装扮？我变成了牙仙子。哼，你觉得怎么样啊？鲨鱼宝宝，你来刷牙了吗？奶奶，我真的需要刷牙吗？当然，鲨鱼宝宝，看这里，用牙刷来刷刷牙齿，把细菌都刷走，然后我们的牙齿会更强壮、更漂亮，你明白吗？我们一起刷牙怎么样？刷刷牙，嘟噜噜嘟噜，用牙刷，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刷刷牙。哇哦！哇哦，鲨鱼宝宝，你看起来好干净。真的吗？啊，好清爽。
嘻嘻笑，嘟噜噜嘟噜用肥皂，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嘻嘻笑。洗洗脸，嘟噜噜嘟噜用肥皂，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洗洗脸。洗洗澡，嘟噜噜嘟噜用肥皂，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洗洗澡。刷刷牙，嘟噜噜嘟噜用牙刷，嘟噜噜嘟噜干干净净，嘟噜噜嘟噜刷刷牙。鲨鱼宝宝，你看起来干净多了。现在可以吃饼干了，因为你的手很干净。耶！我要吃一块美味的饼干，然后等等再刷一次牙。怎么回事？快来洗澡吧。淋湿你的身体，淋湿你的头发。忘了把脸洗干净。洗澡洗澡真好玩。嘻嘻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海一说好来我家和我交换玩具的，怎么还没来呢？呼呼呼呼！嗨，鲨鱼宝宝，看，这些都是全新的玩具。哇，我也有一些新的玩具，我们来交换吧。我还做了一个新的交换玩具台呢。太棒了，我们快开始吧。在海底和鲨鱼宝宝交换玩具，让我先来。我想交换这个，一个捏捏松鼠。哇哦，一捏小松鼠就跳出来了，这太可爱啦。那你喜欢这个吗？一个捏捏包子，来交换吧。只有一个捏捏包子吗？可是我的捏捏松鼠可是很稀有的，我觉得你应该再加点东西。加加加加加。好吧，那我再给你两个捏捏包子怎么样？这些都是新的哦。三个捏捏包子，好吧，我们来交换我的捏捏松鼠和你的捏捏包子吧。耶，这个捏捏松鼠太可爱了。冰冰冰，我也很喜欢这些捏捏包子哦。好啦，我要走啦，拜拜。啊哈，海一，你想不想也和我交换一些玩具呢？当然，我先来吧。我想交换这一个，一个恐龙戳戳乐，是不是很可爱？它听起来也很有趣呢。biu biu biu biu， 哈哈哈哈，它是很可爱，但是我已经有这个啦，一个超大恐龙戳戳乐。
它超级大啊。哇哦，这个好酷哦。我觉得你需要再加点东西哟，海一。我想要这个很久了。你看这个怎么样？鲨鱼宝宝贩卖机，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它真的很可爱哦。哎呀呀，鲨鱼宝宝贩卖机。你把硬币放进去，然后按下按钮，就可以买到饮料啦。喏、嗯哼，哒哒，我再加一个碰碰狐零钱盒和鲨鱼爸爸垃圾桶。你可以把硬币装在盒子里，还可以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怎么样？你觉得够吗？没问题，成交。哦，嘿，海一，哦，你好，鲨鱼爸爸。海一，你愿意和我交换这个玩具吗？先让我看看。这是我做给鲨鱼宝宝的玩具，鲨鱼宝宝非常喜欢它。这是鲨鱼宝宝刷牙玩具。哇哦，这怎么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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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哦，这个好好玩，和朋友们一起玩肯定很开心。啊，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哦，碰碰狐办家家酒餐厅。哦，它还有一个出餐口哦。哦，这个很酷，我们来交换吧。哦，等一等，我的玩具比你的大很多，你可以再加一些玩具吗？没问题。那这是我非常珍贵的玩具，鲨鱼一家冰箱玩具，里面有好多美味的食物。哇，这个太棒了，我们交换吧。哦吼吼吼吼吼，啊哈，呀、yeah ！鲨鱼宝宝肯定会很喜欢，谢谢你，海一。我的荣幸。海一，海一，你要不要也和我交换玩具呀？好呀，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吧，碰碰狐。好啊，看看吧。哒啦，碰碰狐和鲨鱼宝宝抓娃娃机。先把硬币放进去，然后按下按钮移动你的夹子。最后，当你移动到想要的位置时，哒哒！鲨鱼爸爸，鲨鱼爸爸，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哦，是个鲨鱼宝宝玩偶。哇哦，这和游乐场里的夹娃娃机一模一样。你想用它换我的碰碰狐小车吗？这个很可爱，但是我的比这个大太多了。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吗，海一？加加加加加！好吧，我再加一套鲨鱼一家小车。你觉得怎么样？可是我的玩具会唱歌，还会闪灯光，再加一个吧。好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碰碰狐冰淇淋游戏。这个超级软 哦，怎么样？喜欢吗？哦，这看起来太好玩了！做冰淇淋听起来太棒了！没问题，我们来交换吧！嘿嘿嘿，我来做冰淇淋喽！
什么？我的冰淇淋去哪里了？不好意思，碰碰狐，你做的冰淇淋太好吃了，拜。把我的冰淇淋还给我，海伊。大家好，今天是我的生日派对，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还没来呢？大家都说他们会来的。我想我要自己来玩字母拼图了。哦不，我的字母飘走了。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找回我的字母吧。爸爸，你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些字母呢？看看那边的托盘吧，也许他们会和蛋糕装饰在一起。哦，我们去看看托盘吧。只看到一些贝壳和海星呢，字母在哪里呢？啊哈，我找到了，字母 A、B 和 C。我想字母 D 一定就在这附近。哇，我找到了，字母 D 在甜甜圈上。让我们把这些字母放到拼图上吧。 A B C D， 哇，我们找到了。接下来我们再去客厅找找吧。哇，我找到了字母E。哦，我又找到了一个字母 F， 下一个字母是 G， 你能看到它在哪里吗？我没有看到它。哦，这是谁的尾巴？哦，鲨鱼宝宝，字母 G 在这里，是鲨鱼奶奶给你的。哇，我找到了，谢谢你，鲨鱼奶奶。下一个字母是 H， 但我觉得它不在这里，我得去其他地方找找看。鲨鱼宝宝，如果你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给你字母 H。House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另一个和 house 相同意思的词，哦，我知道了 ，H O M E 家，对不对？哇哦，太棒了，鲨鱼宝宝，你好聪明，给你字母 H 吧。哇哦，谢谢妈妈。朋友们，我们回去把这些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吧。E F G H， 好的。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呢？没错，我们去我的房间吧。现在我们需要找到 I J K L。我看不到任何字母。这是谁的尾巴呢？一条绿色的鲨鱼尾巴。嘿嘿嘿嘿，是我，鲨鱼爷爷。鲨鱼宝宝，我准备了一些冰淇淋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你们想吃吃看吗？我想吃。哦，是字母 I， 它在冰淇淋的上面。哦，鲨鱼宝宝，那边在跳跃的是什么呢？啊哈，是字母 J， 字母 J 在跳跃。
现在字母 K 和 L 在哪里呢？娃娃们，你们有看到字母 K 和 L 吗？哇，我们找到了！无尾熊娃娃给了我字母 K， 狮子娃娃给了我字母 L， 太有趣了 ！I J K L。哦，我们还没检查过浴室，我确定浴室里一定也有字母。哦，我已经找到一个字母 M， 接下来我们要找字母 N， 它会在哪里呢？哦，字母 N 从报纸上掉下来了，但是报纸后面是谁呢？哦不，有人放屁然后跑掉了。让我们先找字母 O。它会在哪里呢？哇哦，在这里，字母 O。我们把它放到拼图板上吧。M N O。 哦，那听起来像是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看看吧。哦，一条尾巴，这是谁的尾巴呢？到了，吓到你了吗？我是鲨鱼宝宝的哥哥，鲨鱼哥哥。我是鲨鱼宝宝的姐姐，鲨鱼姐姐。我是鲨鱼宝宝最好的朋友威廉。鲨鱼哥哥，鲨鱼姐姐，威廉，我以为你们忘了我的生日呢。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呢？鲨鱼宝宝，你怎么不捡起那个字母 P 呢？哇，我找到了字母 P， 但这是什么？这叫做皮纳塔，如果你用棍子打破它，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哈哈，哈，哇哦，有好多好吃的糖果！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些字母 Q R S， 我们一起吃糖果吧。鲨鱼宝宝，我想我们的下方有一些字母呢。哦，那是什么呢？哇，是气球，那里面还有一些字母。我们去戳破气球，把字母拿出来吧。一，字母 T， 然后是字母 U。最后是字母 V。 哦，鲨鱼宝宝，还有一些朋友躲在这里。你说的对，我找到你们了，朋友们。生日快乐，鲨鱼宝宝，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现在让我们去开派对吧。耶、yeah! Q R S T U V， 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欢乐派对吧！生日快乐，鲨鱼宝宝，祝你生日快乐！耶，鲨鱼宝宝生日快乐！真是太感谢大家了！鲨鱼宝宝，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你想要打开它们吗？当然要。 W S Y Z。 哇，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字母。
想要的游戏机呢，太谢谢你们了。哇，昨晚睡得真好。嗨，朋友们，昨天是万圣节，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看，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这个我今天要吃。哦天哪！啊，你们吓到我了，万圣节已经过去了。请停下吧。妈妈，爸爸，你们在做什么？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我这里有四颗解药，先送给你，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你要保重。好的，谢谢碰碰虎。哎呀，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让他们恢复正常。朋友们，你们能帮助我吗？我太害怕了，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鲨鱼妈妈在哪里呀？粉红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哦，是粉红色的尾巴，那是妈妈吗？不要碰我！连美人鱼也变成了僵尸，让我们再找找妈妈吧。哦，这里也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妈妈。哈，妈妈，醒醒啊！来，快吃解药。哦，鲨鱼宝宝。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还好你吃了解药，恢复正常了。哦，谢谢你，鲨鱼宝宝。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鲨鱼宝宝，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就呼喊我，好吗？好的，妈妈。爸爸在哪里呢？爸爸！哦，朋友们，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让我们一起找找他。鲨鱼爸爸在哪里呀？蓝色尾巴，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爸爸，你在这里吗？好啊，我好啊！吃这个。吓到我了！但是爸爸在哪里呢？我找到他了！你是鲨鱼爸爸吗？不行，鲨鱼宝宝退后。鲨鱼宝宝丢解药。亲爱的，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哦，我做了一个梦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哦，太感谢你了，鲨鱼宝宝。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
什么？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快，我们跟着他们。奶奶，爷爷。啊，他们去哪了呢？哦，奶奶。奶奶躲在南瓜后面。朋友们，请帮助我们。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告诉我们。鲨鱼奶奶在哪里呀？橘色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奶奶，你在这里吗？哦，我觉得她不在这里。那这里呢？不在这里，她会在哪里呢？哇！鲨鱼宝宝丢解药。哇！哦，我的头！奶奶，你没事吧？哦，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哦，亲爱的，谢谢你。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那是爷爷的声音。我们去检查一下，你们先待在这里。不，我要找到鲨鱼爷爷。鲨鱼宝宝，跟我一起来。好的，奶奶。鲨鱼宝宝，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让他恢复正常吧。好的。我们一起找找看。鲨鱼爷爷在哪里呀？绿色尾巴，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鲨鱼爷爷，你在这里吗？嗯，你是谁？竟敢敲我的门？哦，那个坏蛋毒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哦，我觉得那是爷爷。哦，在哪里？在这里吗？鲨鱼爷爷，请醒醒啊！鲨鱼宝宝，给我解药。好的。啊，哦不，我丢得太远了。鲨鱼宝宝，妈妈，爸爸，我该怎么办？我弄丢了解药。啊，哦不，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醒醒吧，爷爷，是我们，你的鲨鱼家族。我的爷爷，我该怎么办？哦，对了，没错。咦，鲨鱼爷爷，请吃下这个。爷爷，鲨鱼爷爷，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啊，对不起，大家都没事吗？是的，我们都没事了。还有一件事，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是的，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碰碰虎，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好的，我们快去吧。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数到三，然后丢出解药吧。一、二、三。大家都恢复正常了，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好主意。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
今天碰碰狐要跟鲨鱼一家一起玩。碰碰狐游进海里，怎么没有看到鲨鱼一家呢？嗯，大家都去哪里了？鲨鱼宝宝，你在哪里？大家都在哪里呢？哦，鲨鱼宝宝留了纸条给碰碰狐。碰碰狐，我们在玩躲猫猫呢，快来找我们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一家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色尾巴，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哦，那是鲨鱼爸爸吗？不是啦，我是海狮呢。你要听听看我的小提琴演奏吗？那是鲨鱼爸爸吗？碰碰狐，你好啊，要跟我一起玩吗？这是海豚。那继续来找找鲨鱼爸爸吧。哦，鲨鱼爸爸在这里。答对了，我就是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放放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哦，原来是碰碰狐啊，我还以为是王子呢。美人鱼真不好意思。我们继续来找找鲨鱼妈妈吧。这是鲨鱼妈妈吗？碰碰狐好棒哦，你找到我了。鲨鱼妈妈，嘟嘟嘟嘟嘟，鲨鱼妈妈。这里还有一只粉红尾巴，是谁呢？哦，好可惜，我还以为可以骗到你呢。哼，原来是海星，我才不会上当呢。接下来来找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呢？橘色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一起来找找吧。这里有两只尾巴，一只尾巴分两条，另一只尾巴分三条呢。哪一只是鲨鱼奶奶呢？嗯，这只尾巴是鲨鱼奶奶的尾巴吧。碰碰狐，你找到我了，好棒啊！鲨鱼奶奶，嘟噜噜嘟噜，鲨鱼奶奶。那这是谁的尾巴呢？是我呢，龙虾。接下来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色尾巴。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呢？一起来找找吧。我找到鲨鱼爷爷了。你竟敢惹我，我要对你下毒。天哪，水母要对我下毒了，我该怎么办呢？喂，水母，你想做什么？没事啦。哇，鲨鱼爷爷救了我们，谢谢你，鲨鱼爷爷。别客气，这是应该的啦。鲨鱼爷爷，嘟噜噜嘟噜，鲨鱼爷爷。接下来我们要找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色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一起来找找吧。你在这里吗？嗯，怎么都不在呢？还是在这里吗？这里也没有呢。鲨鱼宝宝，你到底在哪里？
在这里吗？耶，我找到鲨鱼宝宝了。哎呦，好可惜啊，我以为我躲得很好呢。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鲨鱼宝宝。鲨鱼宝宝，鲨鱼妈妈，鲨鱼奶奶，鲨鱼爸爸，鲨鱼爷爷，鲨鱼一家都找到了。碰碰湖好棒哦，我们开始来举办派对吧。今天碰碰狐要将美味的饼干带给鲨鱼家族。碰碰狐游入海里，咦，怎么都看不到鲨鱼一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碰碰狐，不好意思啊，我们迟到了，但该怎么办呢？鲨鱼妈妈、爸爸和宝宝都还在厕所里呢。他们被困在厕所里，因为没有卫生纸。碰碰狐，你可以带一点卫生纸给他们吗？小朋友们，我们跟碰碰狐一起带卫生纸给他们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放红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这条粉红尾巴是鲨鱼妈妈吗？碰碰狐小朋友们，大家好！你在排队等厕所吗？如果你很急的话，可以先去哦。哦，是美人鱼耶，没关系，谢谢你。啊，我刚刚在这里好像听到了一个放屁的声音，会是谁呢？如果你需要使用厕所，可能要再等一下哦。哦，好臭！好的，乌龟。嗯，这是鲨鱼妈妈吗？是的，是我呢，鲨鱼妈妈。小朋友们，可以给我粉红色的卫生纸吗？哦，谢谢小朋友们，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咯。好棒啊，小朋友们。鲨鱼妈妈，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记得要洗手呢，鲨鱼妈妈。洗干净，嘟噜噜嘟噜，洗洗手。哇哦！下一个来找找鲨鱼爸爸吧。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色尾巴，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我找到了蓝色尾巴，是鲨鱼爸爸吗？我不是鲨鱼爸爸呢，我是蓝色的鲸鱼妈妈。哦，不好意思，鲸鱼妈妈。那边有两个蓝色尾巴，哪一只是鲨鱼爸爸呢？这里吗？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鲨鱼爸爸，你在这里吗？是的，小朋友们，现在可以给我蓝色的卫生纸了吗？哦，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谢谢小朋友们。记得要洗手呢，鲨鱼爸爸。洗干净，嘟嘟嘟嘟嘟，洗洗手。哇哦！最后，我们来找找鲨鱼宝宝吧。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色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哦，这里一定是鲨鱼宝宝。呱呱，碰碰狐，我的肚子好痛，等等再跟你聊哦，呱呱。鲨鱼宝宝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一定是鲨鱼宝宝。
鲨鱼宝宝有可怕又尖尖的牙齿。小朋友们，哪一只是鲨鱼宝宝呢？找到鲨鱼宝宝了！终于找到我了，小朋友们，谢谢！嘿嘿，我是黄色海豚呢。小朋友们，可以给我黄色的卫生纸吗？谢谢小朋友们，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我们快回家吧。记得要洗手呢。洗干净，嘟嘟嘟嘟嘟，洗洗手。哇哦！鲨鱼妈妈、鲨鱼爸爸、鲨鱼宝宝都把手洗干净了。哇，好干净！碰碰狐，小朋友们，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从洗手间出来。谢谢碰碰狐，谢谢小朋友们。小朋友们想要上厕所时不要憋着，要马上就去哦。那么我们现在来吃美味的饼干吧。碰碰狐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呢。碰碰狐，你还好吗？碰碰狐今天要和鲨鱼家族一起去游泳，跟着碰碰狐一起游入海里吧。小朋友们帮帮我。哦，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发生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一些坏海盗猴带着鲨鱼妈妈、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进入丛林里了。如果不赶快去救他们，鲨鱼家族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呢。请救救我们的鲨鱼家族。哦不，碰碰狐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丛林寻找鲨鱼家族吧。我们先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哦，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在摇动，是谁呢？我正在钓鱼呢，但因为你的关系，鱼都跑掉了，碰碰狐。是红鹤呢，不好意思。这是鲨鱼妈妈吗？你好，碰碰狐，这是我的耳朵呢。是粉红大象。鲨鱼妈妈在哪里呢？啊哈，我找到鲨鱼妈妈了。是的，是我呢，鲨鱼妈妈，谢谢你找到我。我想鲨鱼爸爸也在附近，能帮我找找鲨鱼爸爸吗？当然没问题，一起找找鲨鱼爸爸吧。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色尾巴，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鲨鱼爸爸应该就在这附近呢。小朋友们，我看到两条蓝色的尾巴了，哪一只才是鲨鱼爸爸呢？这里，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鲨鱼爸爸，你在这里吗？答对了，小朋友们，你们能帮我让我从这棵树上下去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鲨鱼爸爸从树上下来呢？我来帮你。嘿嘿，非常感谢大家。鲨鱼妈妈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在这里嘟嘟嘟嘟嘟，找到了。哇哦！我们现在来找找鲨鱼宝宝吧。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色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哦，这是谁？我是猎豹，让你看看我有多快。哇，
好厉害哦！哼，鲨鱼宝宝在哪里呢？哦，找到鲨鱼宝宝了！哈哈，终于抓到碰碰狐啦！太棒啦！呜呼哈哈！我今晚要和我的朋友们举办盛大的派对。哦不，有没有谁可以帮帮我们呢？哦，那边有一条闪烁的尾巴，碰碰狐，试着拉拉那条尾巴。哦，你又在做坏事，海盗猴！哈，是丛林之王狮子。哦，好险！狮子先生，非常感谢你，也非常感谢各位小朋友们。不用客气，我代替猴子们向你道歉，对不起。我会责骂猴子，以后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在这里嘟噜噜嘟噜，找到了。哇！鲨鱼妈妈、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大家都回到大海了。小朋友们好棒哦！碰碰狐，小朋友们，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够回到大海。谢谢碰碰狐，谢谢小朋友们。好棒哦，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游泳吧。今天是万圣节，碰碰狐要和鲨鱼一家举办万圣节派对。碰碰狐潜入海底游啊游，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哎，都跑去哪里了？鲨鱼宝宝，你在哪里呢？哇哈哈！你在找鲨鱼一家吗？但很可惜，我已经施了魔法，把鲨鱼一家都关在万圣节城堡里了。你去找看看他们在哪吧。如果你找得到的话，我就把鲨鱼一家放出来，并且给你宝石。但如果你找不到，我也会把你关进城堡里。救命啊，碰碰狐！小朋友救救我们！啊，好可怕呀！怎么办呢？太可怕了！小朋友们，我们和碰碰狐一起努力拯救鲨鱼一家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咦，这是鲨鱼爸爸吗？嘿嘿嘿，你好，碰碰狐，你好，小朋友们，竟然敢惹吸血鬼，再胡闹的话，我就惩罚你们，嘿嘿嘿嘿。天啊，原来是吸血鬼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吧。鲨鱼爸爸，赶快出来呀。嘟嘟，我不是鲨鱼爸爸啦，原来是小丑啊。嗯，那这是鲨鱼爸爸吗？咻，没错，我就是鲨鱼爸爸。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嗯。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
有粉红色的尾巴，我猜应该就是鲨鱼妈妈。比伯，上当喽！哦，原来是蝙蝠啊！那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在哪吧。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也有粉红色和黄色纹路的尾巴，到底哪只才是鲨鱼妈妈呢？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吧。请问你是鲨鱼妈妈吗？哦，被关在这里好闷啊！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妈妈，蹦！这是谁的尾巴呢？哦，是糖果呢！哟，那颗糖果是我的啊！是骷髅袜，快逃！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找到鲨鱼奶奶了。太好了，我这无聊呢，要不要来点好玩的呀？啊，碰碰狐变成骷髅碰碰狐啦！碰碰狐，你还好吗？我们赶快找到鲨鱼奶奶，请她帮帮忙。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你找到我了，太棒了！别担心，碰碰狐，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哇，碰碰狐变回来了！鲨鱼奶奶，谢谢你！我才要谢谢你呢！呵呵呵万圣节，嘟嘟噜，嘟嘟嘟，鲨鱼奶奶，哇！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哦，有个东西在动呢，是谁呢？哎，不给糖就捣蛋，你们要吃糖果吗？哇，是糖果耶！海盗船长，谢谢你。鲨鱼爷爷在哪呢？我看到绿色尾巴了。这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我是科学怪人，碰碰狐，你后面有僵尸。什么？僵尸？在哪？啊！好可怕呀！我们快点去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这里。呦，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你们应该也很害怕吧？谢谢你们。万圣节，嘟嘟噜，嘟嘟嘟，鲨鱼爷爷，嘣！最后我们要找什么呢？小朋友们，快来找我啊！我好害怕。我们赶快找找鲨鱼宝宝吧。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尾巴的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尾巴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有看到吗？那里有两只鲨鱼宝宝，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看，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我是真正的鲨鱼宝宝。不，我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没错，
我们可以来看看尾巴。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耶！我们找到真正的鲨鱼宝宝了。我的朋友们最棒了！哦，我以为能骗过你们。鲨鱼奶奶、鲨鱼爷爷、鲨鱼宝宝、鲨鱼妈妈、鲨鱼爸爸，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小朋友们最棒了！吼吼，碰碰虎，小朋友们，你们好厉害呀！我会照约定把鲨鱼一家放出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享受万圣节派对吧！哇，太棒了！现在就去找我们的万圣节朋友吧。哦，你好，鲨鱼宝宝，正好遇见你。你能照顾一下这个小宝宝吗？我要去附近执行重要的任务。你好，鲨鱼公车，交给我吧，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哦。你好，小宝宝，嘿嘿嘿，你比我还小呢，很高兴认识你。别哭，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啊，我想到了，我唱躲猫猫的歌给你听吧。鲨鱼宝宝，鲨鱼宝宝，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啊！哇，小宝宝不哭了呢。小宝宝，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哇哈哈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哈哈哈哈哈！小宝宝一定很害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了，吸血鬼，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怕的吸血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哦，找到了！小宝宝，你一定饿了，我会为你调配牛奶的。让我来调配小宝宝牛奶。宝宝饿了，谢谢你，吸血鬼。我们现在出发去别的地方吧。嗯，我最喜欢吓人的万圣节了。哦，别哭，小宝宝。女巫，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可笑的女巫，你在哪里？
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呀呀，悠悠，我闻到便便的味道，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小宝宝。把便便的尿布丢进垃圾桶里，再把新的尿布折好，然后给小宝宝穿，呵呵。呀，哈哈，呵呵，谢谢你，女巫，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小宝宝。我们是僵尸鲨鱼家族，我们可怕吗？咦，小宝宝？鲨鱼公车，请我照顾一下小宝宝。别哭，小宝宝，我们来为你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僵尸鲨鱼，僵尸鲨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哇哇哇！哇哇！哇哦，好可爱哦！哦，你们好，谢谢大家把小宝宝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回家吧。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今天是圣诞节，碰碰狐打算和鲨鱼一家举办圣诞派对。碰碰狐游入海里，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咦，大家都去哪里了呢？鲨鱼宝宝，你在哪里？碰碰狐，我们一家外出准备今晚的圣诞派对需要的东西时，我和我的家人们都迷路了，你可以帮帮我们吗？科科科，圣诞快乐，科科，给我核桃，给我核桃。这不是鲨鱼爸爸，他是胡桃前士兵。小朋友们，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里吧。鲨鱼爸爸，你在这里吗？呵呵呵，圣诞快乐！哦，圣诞老公公。哦不，我穿错衣服了。这样才对。哈哈哈，我要去送礼物喽。哈哈哈。啊，那也不是鲨鱼爸爸。这会是鲨鱼爸爸吗？没错，哈哈哈哈，我就是鲨鱼爸爸。谢谢你们找到我，我先去准备圣诞派对喽，哈哈哈哈哈。圣诞节，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哈哈哈哈哈哈。
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放红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嘿，我看到粉红色的尾巴了，我猜应该是鲨鱼妈妈吧。圣诞，圣诞，圣诞快乐！我们是鱼鱼合唱团，快乐！哇，他们好会唱歌哦！我们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吧。这里有圆圆的尾巴跟尖尖的尾巴，哪个才是鲨鱼妈妈的尾巴呢？是这个吗？我们一起来叫鲨鱼妈妈吧。请问是鲨鱼妈妈吗？哦，为了准备圣诞派对，我大老远跑来这里，谢谢你们找到我，我也要赶回去准备派对咯。圣诞节，嘟噜噜嘟噜，鲨鱼妈妈，嗯，这是谁的尾巴呢？哦，这是鲶鱼。碰碰狐，听说你们要举办圣诞派对，我可以一起参加吗？当然可以呀，人越多越热闹嘛，待会派对上见咯。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呢？橘色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我找到鲨鱼奶奶了。我不是鲨鱼。圣诞老公公，你在哪呢？啊，我还以为我猜对了呢。我们再来找找看吧。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你们找到我了，太厉害了。哇，我们找到鲨鱼奶奶了，还有好看的圣诞袜呢。那我要赶快去圣诞派对挂上这些圣诞袜了。圣诞节，嘟噜噜嘟噜，鲨鱼奶奶。现在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色尾巴，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啊，那条绿色尾巴一定就是鲨鱼爷爷了。鲨鱼爷爷，出来吧。圣诞快乐，我是准备圣诞礼物的圣诞精灵，我很忙，圣诞礼物非常忙，圣诞礼物。哇，圣诞礼物。我们再找找鲨鱼爷爷吧。绿色尾巴，这次应该是鲨鱼爷爷吧？这是哪？我记得我是在去鲨鱼家族派对的路上啊。哦，垂头鲨，去派对的路是往这边。好像有很多朋友会一起来参加派对，一定会很热闹。我们再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
在这里。哦，我原本在追姜饼人，没想到就跑到这里了。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圣诞派对上见咯。圣诞节，嘟噜噜嘟噜，鲨鱼爷爷，嘿嘿嘿嘿嘿。那么现在剩下谁还没找到呢？鲨鱼宝宝，我猜鲨鱼宝宝就在这些箱子其中的一个里面。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色尾巴，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一起找找吧。小朋友们，你们能猜到鲨鱼宝宝躲在哪里吗？我们来拆看看左边的礼物盒吧。鲨鱼宝宝，你在里面吗？这不是鲨鱼宝宝，这是河豚。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找的鲨鱼宝宝有黄色尖尖的尾巴。我们来看看中间的礼物盒吧。嘿嘿，你们找到我啦！其实我正要准备一个礼物给你们呢，那个礼物就是我。我会成为你们最好的朋友。圣诞节，嘟噜噜嘟噜，鲨鱼宝宝。哇，鲨鱼爷爷，鲨鱼奶奶，鲨鱼宝宝，鲨鱼妈妈，鲨鱼爸爸，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大家实在是太棒了。碰碰狐和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们，我们一起开始进行圣诞派对吧。耶，圣诞快乐。鲨鱼妈妈，鲨鱼宝宝，我们的邻居请我们帮忙照顾小宝宝一段时间。我们以前照顾过这个小宝宝，对吧？让我们一起好好照顾他吧。没问题。嗨，小宝宝，你要一起装饰圣诞树吗？哦，我们该怎么办呢？哼，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小宝宝，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吧。没错，我们快来唱躲猫猫歌吧。鲨鱼家族，鲨鱼家族，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小宝宝，试试看我们烤的圣诞饼干吧。太好了，小宝宝你终于笑了，我们出去玩一玩啦。好的，路上小心哦。嗨，鱼精灵。鲨鱼宝宝，嗨，鲨鱼宝宝，嗨，鲨鱼宝宝，鲨鱼小宝宝也来啦！
哦，不好了，小宝宝，小宝宝哭了。朋友们，你们能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雨精灵，雨精灵，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听到鲨鱼小宝宝的笑声，让我好开心啊！我也是，我也是。吼吼吼！装上礼物，出发吧！吼吼吼！哦，原来是鲨鱼圣诞老公公，我们过去看看吧。谢谢你们，鱼精灵。呀！吼吼吼吼！圣诞快乐，鲨鱼宝宝！哦，鲨鱼小宝宝也来了。你们愿意做我的雪橇，帮我一起送礼物吗？哇，当然好啊！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呢，好酷哦！没什么好怕的，鲨鱼小宝宝，我来唱一首躲猫猫歌给你听吧。鲨鱼圣诞老公公，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哦，找到了！啊，鲨鱼圣诞老公公，所有的礼物都不见了耶！哦不，一定是章鱼贼偷走的，我们快过去吧！滚开，滚开！啊，章鱼贼在那边！哼，你觉得你能抓到我吗？不可能！圣诞节的章鱼小偷，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抓到了！你这个捣蛋的章鱼贼！啊！救命啊！咦，鲨鱼宝宝，你怎么会从烟囱里出来？啊，鲨鱼圣诞老公公也来了！吼吼吼！圣诞节快乐！感谢鲨鱼宝宝和鲨鱼小宝宝帮我找到了被偷走的礼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哇，谢谢鲨鱼圣诞老公公！胖胖猴。